我害怕失去你而心碎，害怕面对沉默的不悔，陪着我走入深渊。很好听耶，欢迎这位出场，唱得非常好，林珊妮。珊妮老师，哎，你充分准备耶，小姐，你在门背后唱得很好。你有好好唱哎，没有，因为我在后面实在听不下去这几个人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，我本来不是要唱这个，我就是临时一转念突然就唱了这个。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唱得很糟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刚刚在后面试那个，哦，试了很久，我还想要放弃。要不要来一下？我没有放弃，我放弃了。你发出很淡的声音，我就节目变得限制级了。我先出丑事，你完蛋了！我们下你这个画面会被剪掉，你以后不要再当严肃的艺人。真的。